大家好，我是李雪琴。你们可能没想到吧，我还没淘汰呢。这期一对一选人 PK， 赢了就能晋级。你们都没看见，那些人老想赢了，争着抢着就要选我，搞得我压力特别大。我这辈子都没被这么多男人竞争。他又赢了呗，怎么办呢？你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，我到这来就是我老板非得要我来的。他天天忽忽悠悠的就知道给我画饼。哎，李雪琴你行，你有天赋，你能进决赛，完你就飞黄腾达了。我以为我老板就更能忽悠的了，结果到这玩意儿李诞还搁台上说我李雪琴天赋异禀。你说我有啥天赋啊？我现在就有个饼。